快请坐。大家，go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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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。 在我查明情况的时候，我在轻轻拨开伪装层，结果意外就发生了，突然就爆炸了。然后在我的脑海里，就那么有那么一两秒钟的意识，就往爱那边倒了一下，后面就记不清了。 现在心里面感到很难受，我们会把他当亲人一样看待，希望他能够健康、平安、幸福。